这小心区拿个1块钱一个吗？这两天都是4倍吗？可以啊，长得棒啊！这东西能不能直接上去就有？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阵？开始啊！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获得一条龙？感觉非常的帅，给我整的四个虚影出来。 我还是看过视频的，没有看这种召唤的。我只知道有条龙可以做。龙呢？哦，看起来就非常的屌啊！ 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不神奇吗？没办法，段位太低的人太呆了。 这人去哪儿了？ 撞死了！但四枪就炸了，红明灯。这我怎么上去呢？ 来个白米压箱，好，再冒一点，再冒一点，再冒一点。
是不是打不死我？没退步吧，兄弟们！等我杀了你，都杀三十个了。这个鸡锅，这个鸡锅。看那好像放了个什么？嗯，他为什么还能用啊？我用不了了，为什么？还有自动往上升了。西亚平游戏声音都变了。有点烦人。
哎，没意思，给他炸鱼。我看一下啊，他还是往上抬，抬的很厉害，不是一点的那么夸张，你知道吗？ 不打嘴脸，我要上他分。现在我铂金。